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隆重整理的服饰独家冠名的瑜伽课堂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王明国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海豚开骑士。如果想看更全的教学视频，请到公司的官方网站。想和更多的爱好者交流，请加入 QQ 堂的群，也可以加入公司的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海豚开骑士。首先让我们来到垫子端，让我们背部要向上挺直坐好，腹部特别是下腹部向内收，把骨盆稍稍后倾，两脚碰到一起，双手从脚的内侧穿过去，抓住你的脚后跟或者是脚踝，双手内收，把你的脚抬起来，脚再往前伸出去，膝盖保持打开，肩膀下沉，保持身体成一个大的飞行，然后松下来，看着肚脐的方向。我们这个动作做起来就像一个摇篮，先做一次。吸气不动，然后呼气向后鼓动，吸气，呼气，对，再吸气，呼气，好。那么刚才呢，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力过多，然后把压力就来到你的颈椎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动作，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对颈椎的这种压迫。所以我们在向后滚动的时候，把自身脸放在你的肩膀而不是我们的脖子。再做一次，把抬高，缩紧腹部成一个飞行，吸气，呼气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开打，吸吸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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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种变化呢，就是可以吸气不动，呼气呢做一个像摇摆式的滚动。滚动到这一侧的时候呢，吸气不动，呼气。动力回原来的位置，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脚尖相碰，做吸气吸吸吸，或者是吸气一次，或者是两次都可以。然后滚动向后，保持不动，吸气吸吸吸，然后呼气滚动回原位，始终保持脊柱，就像一个球，或者是像一个摇篮、一个鸡蛋。同样，孕妇还有。有疏松的人不适合这个动作。好，它做起来呢非常有意思，就像摇篮一样。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当中，你可以试着做一下这个动作，看看你可不可以能保持控制你的身体。